嘎一嘎。这个是香菜馅儿，蘸点大酱，欢迎热情，干杯，朋友。哎呀，相当好了。辣椒油放中间。其实这辣椒油应该放一个小碟里装。蘸点性感的辣椒油。成为流水呀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感谢琪儿。琪儿让你吃饭没呀？嗯，这啥名啊，这个歌啊，这什么干杯呢，巴拿往事，巴拿往事，那这歌叫啥名来的？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啊，没吃啊，是不是这歌？我最爱唱的就是姜育恒的歌了，但是我唱的不好，但是还行，我有点那个骚劲儿。来，情哥哥来，喝点，情哥哥。还得我姐夫，还得人家金老师唱歌好听，该说不说，感谢关注啊。那对，你就自己做点呗，你想吃啥自己做点啥。慢点喝热情，那个老伙身体不适啊，老伙自从上回跟连金喝完事之后啊，现在有点懵逼状态。哎，这个虾老好吃的，真的。感谢关注，感谢老铁们的关注啊。这个虾煎脑袋也可以吃，不吃，刚才吃炒饭了呢。细嚼慢咽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咋不爱吃这个皮儿呢？来一个辣椒肉酱吧。你吃呗。太大了，这块太大了。没有碗，你这碗，那你吧。那我拿啥碗来的？拿碗那个垫在什么底下来？好吃不敢吃。虾头是吗？来个豆腐吧。那不吃了吧？能吗？那虾头不是好吃吗？虾头不好吃啊？不吃虾头呗。但是这个虾这么吃好吃。啊，